我一个乱世佳人，家里可以乱但不能脏，因为主子要上床，黑胶机、键盘、棋盘我都能击挥，地板可不行，主子要掉毛。继我购入小米吸尘器吸尘吸毛后，又加装了大热的蒸汽拖把擦地，一吸一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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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累死谁了我不说。你买个扫拖机器人噻，还能给你家的猫当坐骑，好惨死嘛。不是没想过，只是钱不多，而且我家小且地势复杂，死角多就算了，地板塑料板、短毛地毯、长毛地毯，吸尘的时候都要换不同的吸头，扫拖一体机占地儿贵，太自动化了，我反而不信任了。我不是不信任他，我是不信任他。所以虽然工具升级了，但本质上还是扫把加拖布，想有个驴粪蛋儿表面光的家居环境，全靠洗拖洗拖洗拖洗的日常维护。哎，累死我这个家玩般的社畜。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产生问题的人嘛，你把猫给我不就得了。工具总比困难多，你有个吸尘器，你有个拖把，吸尘拖把，洗地机，小美女，我只听黑胶机不听洗地机。洗地机，小米洗地机啊，谁要给小米洗地？ Are you OK？小米洗地机，我觉得它应该叫小米吸洗地机，简明扼要概括核心功能，边吸边洗，这不就解决了我之前最大的痛点，先吸后拖。哎，这洗地机的体积比我预想的小多了，但这重量真沉呐，单机身就11斤，这比他俩加起来都沉，直接等于拎一大袋猫粮啊。但这外形真不错，整体和配件都很有质感，和吸尘器放在一起就写着俩字儿：小米出品。这既是支架也是充电盒，往这一摆，这不比黑红紫黄的配色好看？为了迎接它，我从下单后就没擦过地。来吧，洗地机。哎，怎么不动啊？自动模式，端着机身开始洗澡。哇哦，还有语音服务，只是这个交互，哎，这种感觉好熟悉，这不就是？而且你说它稳定吧，洗地机不像吸尘器，重心靠下不靠上，拐个弯走个死角比我考科目3都费劲。你说它不稳定吧，我们之前做的电动拖把拖起来是这样，一开动像拖拉机，但洗地机后面滚轮前面履带，拖起来就如履平地呀。而且习惯了吸尘器的声音，在听洗地机，声音是真小啊。小就对，你这不就洗烘一体机吗？吸地没吸尘器干净，拖地又没蒸汽拖把蒸汽。别说，我之前也这么想的，但一用才发现，吸力管饱，猫毛头发肯定不在话下，猫砂纸巾也是无处遁逃。其实这就是我90%的地面垃圾了。这么厉害，你把这个吸起来呀。楼下单杠空了，你要不去练会儿？让我最爽的就是这个污水箱，太直观了。之前我用蒸汽拖把擦一遍感觉干净了，但用纸再擦，哎，还是有点脏。但洗地机到手第一天，我就连着洗了3遍地，看着污水箱里的水越来越淡，哎，我感觉我的眼睛都被净化了呀。一些极端情况，比如之前我得拿厨房用纸手包着擦好几次，现在切换个强力模式，一拖即净，而且吸了非常脏的东西，把机器往底座一放，拖把头在2-3分钟里能自动清洁，爽啊！看着我都想多打两个蛋了。很快啊，我就发现成也污水箱，败也污水箱。尽管污水箱分出了水层，但是吸洗一体，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干垃圾在吸上来的同时，也就过了污水，这就导致干湿不分离，啊不，是干垃圾湿化，直接把咖啡粉吸成了咖啡液啊。我见过你们这些人
无法相信的事物。我见过猫毛混着猫砂融为一体，我见过我的头发和鸡蛋清混为一滩，而这些瞬间终将在污水乡相遇，就像雨中的眼泪。别哭了，咱洗地机不要了，咱要湿巾啊，来擦擦。这是擦净湿巾，不能用来擦眼睛的。这不就行了？所以每次要么徒手清洗，要么大水流冲洗，在马桶清理吧，没水冲；在水槽清理吧，还得把成团的垃圾掏出来。而且你嫌污水箱恶心不想处理，它就会更恶心。有次我放了一晚上没倒，哎，第二天就闻到阵阵恶臭，真有你的啊，湿垃圾！好怀念一周清倒一次吸尘器桶啊！你这反正能吸能拖，就不能只吸不出水，当个纯纯吸尘器吗？可以，但没必要，吸力有限，同时吸水模式吸完也是微湿的，而且污水箱几乎不可能保持干燥。除非每次用完清洗了都要拿出来晒干，所以干湿分离。小米，你给个主意。而且我家40来平小户型，认真洗地5分钟搞定，和平时吸尘器吸一遍一样，但洗地机因为重量重心，我用5分钟大臂就会酸痛，不知道还以为我速震了5分钟。这么一想，那种80、90、100来平的，吸完客厅估计要换手才能继续。这多好，买洗地机还送力量训练，续航还行，就是充电慢，5小时充满，自动模式能用35分钟，对我来说也就是1天5分钟，1周1充。哎，我家大，我干活又细，每个角落都要拖到。不是我说，这玩意儿你能连着用35分钟，算我输。不是，你用完了你放基站上，应该不会存在用了一半没电的情况。咋说呢？不是没有可能，因为我用完不给基座充电。那你用爱发电？是的，不同于吸尘器，小米洗地机是给基座供电，然后供电处又在基座底部，充电线也就1米多点儿，这就导致我必须在家里给它安排一个靠下的插头，但以上都没有磨灭洗地机给我带来的洁净感。一次做工顶2次，方便直观，从地板到污水箱，肉眼可见到的干净，产品做工和样式简洁百搭，简单的交互也能让我更放心的给家人长辈选购。如果他出的再早一点，那真就没他哥哥吸尘器什么事儿了。小米洗地机性价比8分，1999元的价格，不仅难买到扫拖一体机器人，就我这花了1000买的吸尘器和几百买的蒸汽拖把，都想直接二换一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买3299高温版本，彻底扔掉麻烦的蒸汽拖把。功能8分，核心功能不错，自清洁好用省心，履带可以打开拆卸单独清洁，没有纯吸干垃圾的吸尘器模式，扣2分，设计7分，外观没得说。但重心重量也是难顶，充电位置、充电线长度、基座容易沾污水，都算是一些小问题。易用性6分，全程语音助手不烦人，显示屏直观，切换模式方便，交互做得不错，几分钟就能熟练操作。但干湿不分离真的，陈队，陈队，陈队 ，Testway 给出小米无线洗地机主观综合评分7.25分。好，节目看完了，那你觉得这个产品能够得几分呢？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吧。那么本期啪啪啪的就是这个洗地机啊，同样是23.3块起啪，淘宝搜索店铺 Testway 值不值得买来参与啪啪啪。那么时间呢是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10点，有需要的朋友们一定去看看哦。
Test Way,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.